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兵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姐。今天呢，是我在房车上生活的第912天，也是我们在威海原地静待做核酸检测的第5天。但是呢，今天是做第4次核酸，我们已经是，原地啊停了是5天，今天呢是做第4次的核酸检测。哎呀，疫情面前，配合国家的要求，不添乱，原地守候，等待检测。现在是上午的10:25，那么。我们附近这个小区的居民呢，第4轮的核酸检测都已经完事了。兵哥呢，是我们几个人是来的比较晚的。那么看一下到前面，几乎也没有什么人了。第4轮的核酸检测做完，太快了，太快了哈！我们现在回家包饺子，一天2顿饭。晚上也吃啊，只要别包饺子呗，包饺子，韭菜鸡蛋馅啊，韭菜鸡蛋木耳，还有粉丝，韭菜鸡蛋木耳还有粉丝，那我们来看一看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小炮声，再次的你想打那些馅儿啊，咱是属于散馅儿啊，我不正常包，不问你咋咱包就行了，有着旧日快乐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，流水的带走光阴的故事。他脑子是够大了啊，行啊，试一下到底怎么样，人手的价值啊，看看饺子好不好吃啊，怎么样，好吃。午饭过后，豆豆家里的小年宝训训小狗，中午一个人吃了将近2盘饺子没少吃。哎，站住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你站好了，哎，哎呀，这小舌头。站好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香香，哎呀，你刚才吃那个时候都没嚼就咽了。人家遛娃，我们遛狗。来，年宝，年宝来，给我，给我，一块一点的锅，别让我受辱。
今天的街道依然是空无一人，我们都是很想要号召留守在原地，就是不动地儿。燕儿姐懒在床上玩手机。今天天气也挺高，你看咱家那个小房车上，把窗户也开了，因为车里热嘛，两面都开了。现在你说这天不躺了，然后呢，兵哥一直在看电视，也挺好看。这电视剧不错。前两个员工做饭嘛。对呀、啊。都来了。今天呢，威海这个疫情办又下通知了。前两天呢，我们的宿舍人员呢还能到饭店来，就是宿舍嘛，和门店前街和门市，所以说上下楼就到了。那么今天接到通知呢，不让走了，所以说我们就得把饭菜做好，送到楼下。对，要不然宿舍也没有锅呀、啊，他们也没法做。他们天天吃方便面。天天吃方便面，可以吃炒面条。行，我们下去收拾做饭。好嘞，等会儿多给咱们切点肉，白菜、干豆腐炖五花肉。对，完了搁点土豆片，再搁点土豆片，给它炖一盆得了。行。出锅了，肯定是够。送饭，我拿一个菜，我拿个饭，拿个饭。这别看一个菜，这里好几样呢，有六七样，六七样混在一起了，啥都有。今天管得特别严，哎呀，路上没人，全员。看这里头做六七样呢，别嫌我这菜小。你不能玩迪迪。好，我走了啊。你咋没把那盆拿回来呢？明天再洗啥桌。明天我把盆洗干净。好，走了啊。疫情期间呢，没办法，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。其实呢，这几天呢，兵哥呢也给当地的志愿者啊组织联系了。希望我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由于我们是前两天从沧州回来的，所以说人家说了，你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，所以说只能这样了。好了，斌哥的视频呢，今天就做到这里。疫情期间呢，我也祝我的家人们，做好防护。保重，身体，对，健康是最主要的，健康最重要。同时呢，也希望你们每一天有一个好心情，有个好身体。我们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